儿子叫爸爸起床。爸爸，爸爸，起床啦！滚一边去！哎呦我的妈！女儿叫爸爸起床。哎呦我的妈！怎么了？你生气了？这是刚好起。哎呦我的妈！
今天开始你要学会做菜了啊，你要学会独立，要不以后会饿肚子的。好的。那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加油加油加油啊加油爱干，我是说加这个油。你别笑，开火放菜，放盐、翻菜翻菜，完了，我憋气了，帮我按一下脚，我按。啊？那个不是妈妈，你干嘛？你自己把我一天天的这样子。服不服？服了。错了没？错了。你干嘛？有人。哎呦我的妈！Hello。有人哎呦我的妈，你要干嘛？我掉，你别笑，爸爸在打我，我打你，走走去。干嘛呢？哎呦我的妈，你告诉妈妈电视是怎么坏的、哎呀这样子坏的，你别笑。哎呀呀呀呀呀呀呀有人，你看看，把地板弄成什么样子了？你笑，我还有东西没拿。想咬我？哎呦我的妈！有人。来，这里还要喝呢。你喝。我不喝。哎呦我的妈！啊！你干嘛？你别笑。有人这你别笑，哎呦我的妈，有人等等我，哎呦我的妈，有人感动，谁能无悔，谁能无泪，爱恨交错不停的轮回。